我今日是我的题目是台湾的迄款国家安全的问题啦，吼、哦。说是咱台湾已经是非常危险的状态下，吼、哦。这马先生，马先生啊，伊已经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啦。伊说，迄讲中国人是足够白痴的，吼、哦。这跟中国人咧讲的话啦，吼、哦，会听是晒爱食起来。你咧讲，你咧讲，我主张是，我这是友谊共识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友谊共识是一中，但是一这个叫做，但是是一中各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马先生所解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，讲这款笑话吼，啊，这讲笑话这嘛对。少的人歹势，少的人佫比马英九佫较高调，对，吼、嗯。即普通人神经会问题，迄个人拢是好人较侪，吼、哦。啊，即点爱清楚。但是，即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，全世界到是对个人要承认中华民国，伊家己嘛无承认呢，吼。啊，咱中国人入来，伊咧中华民国国旗，迄个举起长，吼、哦。啊，我。啊！就许人民抓出来，许抓，共拖去关，吼、哦，叫去拍，即款咧欺负人民啦，吼、哦！啊！就选即款人做总统的人，啊，台湾人要佫较含慢，带遐衰，所以种种的代志，我讲咱若要批评别人以前，先反省家己啦。今日是马英九对台湾造成遐大的错误，原因就是咱选好伊啦，吼、哦。袂当完全白啦，所以马英九已经承认一中的完整，一中完整的承认了到底，种种对台湾都非常不利啊。但是我们爱心，咱反省咱家己，我们民进党要多利用这输的机会去，原来重新检讨一下吼。我台湾已经主权独立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，确实是安尼个对啊，但是。迄句嘛不必了讲，加讲加衰啦，哦，哦，无咧啊！你讲台湾是讲着确切了中间的一条线，彼阵演到过嘛就写伫遐，即个台湾的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咱加迄句吼，就是讲咱整个民进党遐好个单列吼内面都一条线伫遐，迄同款，利用这输的时阵来迄款来修改一下。啊，无你在踅来踅去，踅来踅去，啥物拢袂开吼、哦。中华民国宪法嘛是咧讲，咱国家也袂统一以前，吼、哦，咱地权啊分做两下，这主权不，主权是中国，啊，地权分做两下，这中华民国宪法底下，这个咱底下咧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修改袂好势，有种种问题，但是民进党若要修改伊个。伊宪章哦，足简单个，家己个啦，家己个宪章要修改啦，无袂超生啦，袂超生啦，免得都骂骂哭，等来老无使。所以台湾现在是真正危险个状态，不过危险个状态，咱有迄危险个状态是好，咱会当反省来迄款将咱个力量搁加强吼，但是唔通无自信去啦。真正台湾人也有足济潜在力量，今日是迄款，米十三吼，五二三，伊今日是演讲，我真感动，伊就第一句话就互你这台湾人吼，一个主持人，吼，伊咧讲吼，台湾无唔行去代表台湾尔呢，台湾代表是你，啊，包代表伊啦吼，有代表我吼。台湾代表你，啊代表我，啊是代表愿意生活在自由社会内的内面的每一个人。哦，这款伊会当这款偏见吼，表示咱台湾人，咱今日咱的价值要非常大，咱要扶持咱的国家吼，非常要去做有希望的吼。这即摆咱多咧事业去台湾咧，国际地位的问题。真侪国家是咧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啦，哦，但是这是应该是过去是真侪国
甲安尼去讲，哎，对台湾是确实是非常有利啊。哦，但是今仔日咱会使解释讲，日本放弃台湾了后，伊的主权是属于台湾人，咱台湾人有权利啊，应该安尼主张。日本放弃主权了后，国家的主权属于台湾人。这今仔日，若要这款主张是真应该啦，因为是说自从1960年以后吼，吼迄款世界人权宣言通过，有世界人权宣言，啊，佮1970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了吼，这款咱主张安尼做着，啊，这个世界人权宣言最近，国民党政府完了，有批准了是毋是？啊，哦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和台湾是非常重大的关系啦，哦，啊，所以美国都在坐啦。日本放弃台湾了，台湾的主权属于台湾人，咱到底唔对，哦，这个这点我看以后大家啊，卖在互相在坐啦，啊，要如何来讲好讲台湾主权，拢是有种种可能性要讲的时候，拢爱讲对台湾。人家己有利的讲法，无论什么理论也好，你凡是什么理论，你若对待人有利的，你拢个收入，啊收入啊，咱大家来强化吼，来建立吼，来充实吼，即台湾国家主权。啊是，即台湾到底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即问题实是，唔是讲干作文的问题，你是国作的。诶，认同的问题啦，吼，哦，你的国作，你的认同是台湾还是中国，吼，哦，这就是要认同台湾人，还是要认为家己是中国人这个问题，啊，真好啦，吼，哦，最近来看，比较咧较偏离中国迄边，诶，去恁个所好，还是联合国也好，因最近诶迄款舆论调查，我来真有咧强调啦，吼，哦。台湾对强调讲，即台湾人伫台湾遮内底承认，我就是台湾人的人哦，愈来愈咧增加哦，差不多有72%的人承认讲，我就是台湾人哦。啊，但是还阁有迄款16%的人认同，迄款我就是中国人。啊，我是咧感觉奇怪，伫台湾安尼遮经过50年啊，还阁有人。对讲伊是中国人吼，所以讲16%，伊咧讲我是中国人嘅人，敢有16%，已经足少。但是我是怀疑，啊，写出台湾，还佫有16%嘅人咧讲伊是中国人吼，我对这我先颠倒，对感觉奇怪。啊，还佫一项就是讲，要赞成台湾独立嘅吼，现在是有64%吼，有64%，啊，是相当少，已经淡。爱说道理的人，64%是已经未少了，但是还佫有17%的人爱叫中国统。我原来要看是17%的问题，先说到你台湾，还佫17%的人要叫中国统，这实在是都不可思议啦，爱统统哦，在身宽宽的，都要去中国注意去啊，你到台湾了，你作土了，去。地红安怎哈？我们一起做，就是办高赛哈。